卫视选秀节目《中国梦之声》即将在台湾播出，十三日前两位导师、资深制作人王伟、终极歌手李玟特别现身开播记者会，为节目造势。梦之声冠军李翔翔也特地到场， Coco 在节目中常常感动大哭，被封爱哭鬼，访问时被问及还有些不好意思了。我是完全不爱哭的人，因为第一，一哭的话呢，妆毁了又要耽误大家的时间去补妆，所以我都尽量不哭。那可是其实整个就好像伟忠哥刚刚说了，真的会产生感情，你对所有的学员。明天就是情人节，与老公感情令人羡慕的 Coco 自然也会赶回陪老公一起度过。我要赶回去，今天要赶回去，跟老公一起过，那么我们都尽量每一年的情人节都在一起。可是呢，我们常都说，其实我们每天都是情人节了。东兴娱乐整理报道。